货车再送来1000多包10公斤的大米，如同及时雨。津巴威干旱成灾，扎卡东区最严重，已经没有食物。村民们守着蚁丘，抓白蚁充饥。妈妈没有奶水喂奶，家家户户无米可炊，村民们唱着悲伤的歌，恳求援助。In Zaga East, we are having a drought situation, and our people are struggling. 60个村庄1000多户都能够拿到这份食粮，还有肥皂和净水剂。在阿弥陀佛的祝福声中，志工弯腰90度恭敬送上。本以为日子过得辛苦的志工们，看见自己的幸福。Western Africa,吃得饱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。都发了一些，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管怎样，都希望。所以讲，我们都连着都发了，都是讲的都干着不都怕没土。完了，我才发了，不吃了，不忙，我把钱给他，我去查地基，我去搞查看他。我不接了，我去搞查看他，他妈现在就是蛮穷。回家的脚步愉悦轻快，干枯的大地又见爽朗的笑声。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勒夫纳斯及亚尼津巴威报道。